张医生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又肿又胀的，又肿又胀啊！哎呀，又肿又胀，我看一下，快点吧，脱裤子啊！对呀、啊，你不脱裤子我怎么看、啊？就脱啊，就在这里脱啊！那你想去哪里脱？哎呀，我在这里快点快点，有人看见吗、啊？不好意思、啊，脱裤子我看一下，又肿又胀。你专不专业啊你呀、啊？哎呦，我非常专业，我都几十年了、做这个医生，很专业啊，真的、啊。快点快点快点脱，脱就脱吧，哎呀。停停停！哎呀哎呀哎呀，好痒啊！医生，慢点，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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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！哎呀，都没睡醒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没睡醒？好痒啊！穿好裤子，穿好裤子，穿好裤子了。可以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。又没肿又没胀，我说我头又肿又胀，怎么你看我上面干嘛？我真是，我都服了你了，我上面肯定不肿也不胀了。那你说清楚啊！我说我头又肿又胀啊，心又慌，哎呀，蹦蹦跳，真的呀！你没看清楚啊，我这里是男科啊。男科？对呀、啊。难道难道不帮我看头了？我看此头非彼头。哎呀，难道我以为你是医生？你看，你不是穿着白大褂吗？我是穿着白大褂、啊，我是医生啊。但是这头疼这个科室的话，在那边，你去那边出门左拐，在那边呢。啊，你是不是庸医来了啊？庸什么医啊？你要是我跟你说，你那个头。有问题的，你要找我看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不正常肿的，你赶紧去先把这个头看好，先去。哎呀，你真是正宗的庸医，你看白白让你看了，哎呀，我看了我才知道你的问题，哎呦，都不知道你这个问题啊，严重的，你要是不来找我看的话，你都肿不起来。下一位。